现在各个展区的那个产品都摆上了，已经。咱们现在溜达溜达看看啊，看看都有啥产品。展区，这个展区有个蚂蚱，合作社养殖的蚂蚱，油炸。这边锅是炸的。刚才尝了这个蚂蚱，挺香啊，下酒没治了。这边都是塔河的，我们临县塔河县的一些产品，蓝莓干了。这是我们胡马的展台。酱油醋、胡马豆瓣酱，还有笨榨大豆油。这边是漠河展区了，这边是漠河展区，都是一些工艺品多的。这活动给求来雨了，把雨给求来了，这家伙。